男人对你有这五种行为，就是把你当老婆看了。对于女人来说，找到一个真心对她的男人是一辈子的幸福。女人找什么样的男人，就决定了她以后过什么样的生活。一个真心疼爱你的男人，带给你的就是幸福；而一个对你不尊重、只顾着自己的男人，只会给你带来不幸。所以要找一个真心把你当另一半来对待的人，男人就对你有这五种行为，就是把你当老婆了。一，把家里的事情交由你去打理。一个男人真心把你当另一半来对待，就会把你当自己人，会把这个家交给你打理。在生活中尽量做到一个丈夫的责任，在大小事情上都会照顾你的情绪，懂得为你考虑，也会为你分担。这就是一个真正把你放在心上的男人。二，生活的开支交给你管。两个人在一起生活的基础就是相互信任，如果一个男人愿意把自己的收支都放心地交到你手上，对你信任，不会在日常生活中去约束你，会放心地让你去安排这个家的开支，那么就是把你当另一半来对待了，这才是真正的过日子。三，在感情中绝对的坦诚。一个男人愿意在你面前提及他身边的人，会跟你分享他的日常，在生活中跟什么样的异性相处都会坦诚地告诉你，对你没有任何隐瞒，平时生活也不会有其他特别的举动。这样的男人其实就是真心的对待你，一心一意的爱你，把你当做最亲的人在看待。四，在你父母面前给足你面子。在生活中，很多女人都很要面子，希望在自己和朋友面前，自己心爱的人能够对自己上心。真心爱你的人，把你当老婆看待的男人，会在你的亲人面前给足你面子，对你百般体贴，不会随意去伤害你。五，平时生活中对你体贴包容。男人只会对自己爱的人没有原则，只有真心对待自己的人，他才会对你百般包容。所以如果一个男人在平时生活中能够做到对你包容体贴，那么他就是真心的对待你，把你当作亲人和爱人来对待和呵护。